你比星光美丽最新拍摄花絮，谭松韵短发造型和徐凯 CP 感非常匹配。谭松韵饰演的巨星造型路透流出后，还是惊艳到了网友。明明是比较低调的职场穿搭，却让人为之怦然心动。短发造型给人的感觉也没有官宣角色时那么正式，反而有种活泼俏皮的灵动感。穿着高跟鞋打着电话的巨星身上，才有了职场女性的干练。可爱的外表和从事的工作反差极大。不过谭松韵在请教我总监中就完成了从秘书到总监的蜕变，不知道她会如何表现巨星从打工者到创业者的身份变化呢？